待会来，我们看一下小狗的。可是我刚刚拿回来，其实有一点黑糖牛奶。我刚接你们的时候，我不是等了一下你们，其实我很怕它融化，它会不会融掉？哦，好可爱！你可以开吗？还是我帮你开？吃掉。我们来看一下照片是这样，你行不行？来，吃饭。我们看看它的已经真面目。哒哒哒哒哒。哇塞，跟照片好像。对，好可爱的。直播开始吃。它嘴巴怎么了？它吐血。对。它嘴巴吐血了。他嘴巴吐血，这个是吃播。他嘴巴吐血，很急耶！不给我拍他一下就吃了。来，我看，他是挺光头的。他瘦过，他为什么很有花生的味道？是，可他上面写黑糖牛奶。这里他说，给我们最爱的巴特先生。所以这个是怎样？他已经拜拜了，他说陪伴他十二年。好，好出吗？所以这个已经死掉了。我也不知道，你现在在吃一个死掉的狗狗。我也不知道，麦我没供，但是很可爱。不知道好吃吗？你可以把它转过来，我就看不到了。好残忍啊，这有狗啊，好残忍，好可爱。不忍心吃它，但你吃得很开心哎。太好吃了。很好吃吗？本来我还怕融掉，但没有融掉。所以它嘴，它的鼻子是什么？巧克力吗？好可爱。嘴巴那个地方不知道是什么，嘴巴那口味是黑糖口味，太可爱了，吃可爱的，慢慢吃，不要急。我的头啊，我的头，我的头啊，很逼真，很厉害，这到底要怎么做？对啊，很难抠。弟弟你要看吗？超可爱，真太好吃了。勾G，这个是家乐福团购，好可爱，它比较可爱。好，你慢慢吃，我不想要看他等下脸被咬掉。没有，赶快吃播啦！吃播，爸爸说什么？爸爸你说什么？好痛哦！我说他膝盖撞到我。你要跟爸爸说。全部。现在有个问题，如果好吃，上面那个黑黑的鼻子眼睛是什么？颗粒吗？还是是啊、哦？那你跟他亲嘴一下，看他的舌头是什么味道？舔一下他的舌头。奇怪的感觉，红色的是什么？没吃出来，可能是颜料。食用红，食用红色六号。你是有没有分他吃？快没了，不要滴下来，拜托。嘴巴，然后现在嘴巴是什么味道？吃出来了吗？白巧克力，弄红色这样。那更浓。啊，你吃。给爸爸。好恶心。你才恶心，我要做一只小狗狗。爸爸是什么感觉？爸爸如果拿出来是这样，应该会心情好一点。但他现在是一个，所以他可能没有特别的感觉。太冰了，拿去资源回收桶。这真的好可爱，巴特先生。这个吃可爱的 ，OK。以后。以后。